啊，不能，呵呵。好，就这个了。好，那这边身上拿的就是他的胶血，这个是胶血，现在等一下我去调一下那个音量什么的。 好，这边是 WSD 移动，按右键可以吸，收到了粉红色的史莱姆，把这个也吸走。哦，吸到了一只鸡，胖乎乎的鸡，有点过于灵敏啊，这个。哦，获得了史莱姆，它就是让你帮，就是能够帮助你。 完成，就是可以让你成功，什么东东了，呵呵。按左键可以把它丢出去，啊哈哈，跳出去，搞屁哦！回来回来，这边有小鸡，小鸡可以不用管。然后这边丢，然后这边把你的丢出去，它要把它吃掉。弱肉强食的世界。 可以吸这个，哈哈，我现在获得了一些这个，过来，哼，然后旁边要收集一点物资啊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应该是有一些可以看的东西，看一下，这是背包，然后我们这边要获得足够多的金钱才可以换到这个，然后我们刚获得那个刚史莱姆吐出来那个晶体就是可以拿来换钱的。 这是冲刺靴，Pulse Wave 是什么鬼？<咳>把别人推走是吗？这是可以增加血量的，是不是<咳> ？Power Core 坦克冲刺怎么弄的？好，然后我们再过来旁边附近。 找一下这边有胡萝卜，胡萝卜他们也会吃。等等啊，先来附近再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矿物的那个收集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果实，让我吸一下。啊哈哈！What the hell？ 原本能这样子做，哭哭。本来以为是那个是有界限，他不会放着我出去的，结果就爆炸了。好了，然后刚刚就突然大爆炸了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这边可以换的金额，然后刚刚我不小心摔死了，所以我们东西什么都没有了。嘿，可是我刚好看到鸡哦。 然后按下Shift的话，它你好，好，那这边还是有点晶体的，然后把这边丢出去，这个也丢给你，快吃，可以给我新的一些。 东西，好，今天可以换点钱钱。神奇宝贝哦，神奇宝贝，我打算就是玩到冠军结束就结束了，就打完四大天王就结束了。那么那个真的太亏了，我觉得就是要弄很久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啊，我们这边的那个 NB， 因为它上面写 N 啊，我就叫 NB 了，青菜。 You might wake up a mob of hunger. 当你哎，好了，可是我没有很懂他刚刚想要跟我讲什么。好，然后就先来这边买个东西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个 jetpack， 可是我想要弄个大。你现在学会了，哎，我还没有看完呢。
算了，四处跑一下。神奇宝贝，我大概就是把那个东西玩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让它暂时性的玩，就让它完结了。不过那个真的是花太多时间了。怎么突然就复活了？食物，过来！这边很多史莱姆，啊，这边胡萝卜，野生的胡萝卜，很好，都被我看到了。他这边会有野生的物资啊，所以你都可以拿到，所以很高兴。哦。现在多吸一点，好。抱歉，走错路了，要走这里。是我的大石布斯，到底可以干嘛？好的。都先丢出去好了。然后让他们吃完，吃完的话再把他们弄起来。快快吃！这是不想吃的意思吗？看哦，神奇宝贝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副刊算什么意思。我们先让他这样子好了。哎，还有一只没有出去。好，在这边换钱。看，不对，错，在这边。然后这边印象中可以再做其他的农场，我看一下，按一，这边的话是 Coral， 就是 Make for a happy ritual， 对， Nothing beats to taste food ground， Keep the chicken， 哦，这个是给小鸡住的。然后When you go to the store, you can take it when you go. 这什么东东啊？Available to feed it. 什么鬼啊？我没有很懂哎。完了，没有很懂。这个就是应该就是给史莱姆住的地方吧。这个等一下，这边是给就是给鸡住的，然后这边是给好，先弄这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种。这边就可以种东西出来，野生的丢。好，嗯。这个都没办法很完美的东西都弄。然后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星星，应该是到那边去检查。
那个你可以把食物丢进去这里面，然后再过这样的时间之后，它就会长好，这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。好了，然后就继续往前。史莱姆。哼哼，目前没有其他食物了，那就往旁边走。这边也有不少。吸，好，这边都有不少的，有只小鸡，那个幼鸟。啊啊，不然把它吐掉。这哪里种的？嘿，我把小鸡弄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该死，很容易按错哎。我不然把小鸡放生了，然后它就被吃掉了。刚生出来的。你这边有多的，我来试试看，它是不是真的会被吃掉。没有错的话，应该会把它吃掉。你没有吃到它？哎，奇怪，它刚刚吃掉到底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农场这个东西，你看，就当就是一种放牧业之类的感觉吧。啊，满了！啊，不行！什么鬼啊？满了！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！农场元素，等一下，我等下给你看。农场元素在这里啊，你要养他们呢、啊，你要养这些东西，呵呵，这可以再种进去吗？哦，不行了 ，Oops， 先把这东西弄掉，换取更多的资金，这个可以干嘛？这个是某种市场的东西耶，在宇宙中，算了，先不管。我之后看看这个有没有汉化的东西可以让我汉化。啊哈！那可以养小鸡咯。卡住了，按错了，不是，是因为我的输入法被换成中文之后，我就卡住了。种小鸡，这边就有鸡啦，哈哈，好，继续往前，好安。取代了锄头跟镰刀，对啊。那边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。往这边走，印象中这边有路。耳机。不对，你被吃掉就好了。
猫咪的。他逼 ，wiggle 什么东东？有吃有人吃东西了？谁吃的？啊，弄错。好的，他吃掉了。耶、yeah ！再见，呵呵。施工中，这边施工中哎、欸，那就是我还不能过去了。要晚上喽。嗯，要造一个新的史莱姆农场。好，弄完之后跳，哦，可以跳上来，跳，好的。好，我以为那上面有东西，没有。好的，耶、yeah ！我们可以造出新的史莱姆的局。当当！他吃的是肉，应该啦。这个是什么都吃，他有分哎、欸。喂，所以猫咪型的史莱姆只能够吃肉类。这个是，这根本是每日任务吧？可以，这是可以交易的，就是说我把两只大公鸡，两个夜光的那个晶体跟七只猫咪史莱姆给他，还在睡觉。Yes， 好，好的。好，现在再来去寻找其他东西。好、哦，发现了夜光生物，夜光史莱姆，呵呵，哈哈哈。这地方我很难相信说我会复活之类的，先不要过去好了。附近应该还有其他的类似这种史莱姆出现，附近找一下。安安，那边有一只巨大史莱姆，呵呵。夜行的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哦。哇、哦！吓死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不行！跳，吸这个，什么？啊，恶毒的，好恶毒，好恐怖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
哇！救命啊！你被肆虐，被肆虐，被肆虐！吓死我！就这边算是少数的，怎么讲？安全地带吗？吓死我！哎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已经补满血了，好奇怪哦。七个了哦，也是也可以把它丢到旁边去，这样可以解救他们。猫咪的目前弄掉，然后先来换其他的物资。哦吼，赚好多、哦！等等啊，我应该有某些能力可以。你怎么飞走了？这是会啊，这会飞走，该死的！我不知道原来神母可以回收、啊。伸出来一只，还是要过去啊，毕竟那个地方物资比较多，还是得过去。什么？哦，他把重要的食物吃掉了，好像我获得了成就。好像有某种生命之泉。食物，食物，食物。这是水吗？我第一次拿到水资源了，天哪！我第一次拿到水资源呢。跑跑跑，好跑回去，然后我这样的话其实就不用做喂食的动作了。来啦！哦，好多、哦，是从我那边飞出来的吗？那你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刚听到一个声音，吐，好吧。两个，他跑走了。这个，他只吃水果。好的。刚刚吃了什么？我刚听到一个吃东，哎。现在吃啊！回来回来，那个打史莱姆不行啊，你就只能够用这个把枪，然后去吸，然后去弄这样子，就只能这样子。
哦，鸡长大了，耶、yeah ！可以弄些其他的工具模式。我比较还在意的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Nano Store Cell Technology。是拿的东西变多吗？还是怎样？可以飘了。喂！这史莱姆会偷吃我家的东西欸。哇，不行了。哦，他这种时间限制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们不吃啊！你们不吃这种低等货就是啊！啊！太恐怖了！不能够放太多哎、欸，所以你应该这样子的数量应该差不多，你不能再出来了。啊，这游戏超和平的，放生。我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去睡一下，这样子？啊？弄错了，抱歉。啊，弄错了。收集更多的资源 ，jump， 等一下，这个水该不会是要给那个水属性的史莱姆用的吧？很在意，去用看看好了。没有，居然冒出来！不行哎 ，Veggie， 哦，吓我一跳！啊！哼，吓死我！哦，哦，操！快跑！目前没有果子。那好大只哦！
好了。旁边去。咦，这边不能吸吗？美狐。特殊哦，猫咪型的，哦，闪开了，哦，吓死我！跑跑跑跑！我这个是不是有错觉？然后好像变大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这样会不会迷路啊？下面很生气，快跑！这边的矿物要怎么拿？Stoning hand， 意义不明的东西。那边有水，跳。这边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探索的，好多东西。好的，吐出来。好，我救去。快快快快！耶！这边会重生哎、欸！天哪！这个是什么的鸡啊？就只是一般的鸡而已啊！搞笑！然后怎么是史莱姆要跑过来啊？冒出来的吗？应该是这里面的吧。把刚刚那边两只石头鸡拿去卖，那个试试看好了。把它拿去给它喂食。哦，他喜欢吃那种灰灰的鸡，然后其他就只是一般喜欢而已。他还有自己偏爱的东西。莫名其妙吓死我。然后我刚刚好像，哦，好像是我容量增加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容量增加了？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嘟嘟嘟嘟。
吸个。很好。这边先放在这里。不行，我飞不上去耶，看我要找路。啊，就这里吗？哦，就是这里哦。不要，你刚吃掉了某一只鸡，对不对？不要死，拯救你们！这边应该是有某些东西可以拿才对啊。这里没东西。好，来这里走。好，安安。超巨大史莱姆，这里是什么？Pink Goro 太大只了吧，看来这个地方目前就只有这样，所以中间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用处，是不是？总觉得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。哦，好了，先跑。先把我的那个体力回来。哦！哦，福音感谢你的抖内，吓死我！喂，突然不清楚其实要往哪边走，因为这个，因为我耳机突然有点开大声，我东西要听，所以我就开比较大声一点。因为会死掉的。哦！呜呜！哦哦，吓我一跳！落水啦！吓死我！
哦，吓死了！只是一只山姆吓到我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很幸运。喂？获得了 Heart Beats。You faintly hear a veggie. What? Hmm, 不是很清楚他想要跟我讲什么。这边东西吸一吸。小鸡，小鸡，快快快！企鹅这边就很友善啊，啊，刚那边的就超级不友善的，刚那边超凶的呢 ，why？ 吃吃吃。哦。因为这个东西不会，这边的物品基本上不会消失，所以可以先丢在某处这样子，随便丢在某处也是很 OK 的。拿拿啊，满了30个就满了，烂透了，吓死我！刚刚那个。哎，换了哎，他换成别的了。他换成他每天的不一样哦，东西不一样哎，天哪！不确定那边的鸡到底是会不会变成那种特殊的。我发现夜行性生物，吸呀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你不要跟他合体，不要跟他合体！哇，烂透了，烂死了！赶紧共轨，不要跟他合体，不准合体！哦，要禁止他们合体。飞吧！哦，算什么事？吸，好了。什么游戏？那个在退局上面有写哦。不，
不对不对，错错错。快快快快，找找那个夜行性生物。没有出现的，可惜了。不，那种夜行性的怎么没有出现？不不，狐狸狗仔。这个地方，其他地方也想要种一下那个 garden， 再种类似于甜菜那一类的东西吧，我猜啦，因为我不确定。好。只是想尽办法抓那种夜行生物，还需要十只啊，我还需要十只那个才可以。出现吧，夜行性生物！用我史莱姆，快出现！出现，出现，出现！因为那只真的就很和平的在那边活着。本身也不懂为什么。没有用。救命救命！夜行性，不要走不要走！哦哦！吓死！哇哇哇！哦，吓我跳！为什么要攻击我啊？我在帮你们呢、欸！啊啊啊！帮你们，我还被打！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！别别别别！完全就是石头制的，就是是史莱姆，有必要狂暴成这个样子？我需要很多发光的史莱姆啊！有有有有有有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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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来回来，耶！天哪！哇，旁边爆炸啦！是。
啊，都错。先睡，先睡。他关机了。啊，没有人懂他为什么会关机。好，旁边点。你很亮，我看不到东西啊！太亮，我看不到东西。Garden， 哦，是种果树哦，果树长这样子。意义不明，为什么？有什么猫咪型的？哎，有偷菜贼啊！快快快快！有偷菜贼啊，还有偷鸡的。鸡，不要跑！耶！哎！不要吃我家东西！抱歉，仙人勿近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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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不要乱跑！你们到底在吃我晶体干嘛？哎，很恶毒哎！一直有东西在吃我晶体啦！住手！猫咪醒了，已经少超多。然后我刚刚完全就是烂欸。滚！走掉了。等一下，哪来的？猫咪洗，怎么回来的？这个，他跑回来了。他跑回来了。猫咪洗的是怎样？这种粉红色的猫咪是离开，打扰我家。别逃！猫咪现在只剩下这几只了啦。
所以没有为他们吃食物很不高兴吗？目前没有很理解。我这边没有所谓的储存箱可以用，天哪！先喂饱这边的。饿了，所以生气这样子吗？好像是因为饿了没有东西吃，所以生气。对，是因为饿了没东西吃，生气。哦，那是我 FB 一直有人在那边弄东西啦。没吃东西会生气，真是。要生气的应该是我吧？还被偷东西，这告诉我们那个农场里面不要养太多，一格不要养太多东西，要不然你会爆炸。然后新增了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，好像我的血量增加变150滴啊！啊，对了。可以的话，到旁边那个地方去喂。因为这会自然回血，所以你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什么的。这只也不知道是可以干嘛。就随便喂了。这不知道可以干嘛哎、欸。其实我根本就，这是完全意义不明，不晓得算了。哎呦，不要摔下去！猫咪型，石头鸡，不要吃！哇，好多、哦！你长成什么怪物？什么？一瞬间完全没有明了。
把别人弹出去吗？哇！这都是，这是史莱姆王之类是不是？这边其实有点在意，这边是会变怎样？我不确定哦。谁啊 ？FB 这边弄。好痛！哦，他喜欢这个。按错了，抱歉。但他应该会吃。不晓得这里有什么啦。欸，这边竟然弄成这个样子。需要史莱姆钥匙来开启，哈？急！这边到底可以干嘛呢？不清楚。我一知道是这边，到时候晚上应该会蛮恐怖的，因为发生那种万圣节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出现。你都不吃？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。先离开，跑路，隧道，变刺刺的，有点像混合体之类的感觉。哇！你刚跑哪去？干嘛哪去？我想刚刚那只欸，我刚只是一眨眼，它不见了，烂透了。刚好被你看到一只黄金色的，烂死了。What？ 看到黄金色的没有抓到，可恶！喂你个！No， 没有看到。没有了。No。No， 没有了。看见这附近的，然后消失了，然后只剩这个这堆会发光的东西。哇，随便吃一个东西，它就啊，那是结晶体，它吃了它产下的结晶体，它就会
长成那个样子。就可以采收了，萝卜，然后甜菜，哦，哦，这边都好像我都有哎，太棒太棒，拿错拿错，弄错弄错弄错，弄弄弄弄。啊，弄错。拜托不要吃掉。好，先把其他东西给弄。啊哈哈哈！啊，都弄错哦！天哪！哦，还好你没有在吃哦。烦死！烂透了。这样其实粉红色史莱姆很容易长东西出来。这个还可以再加强哎！天哪！哇，这边这个目前找不出来。哎哎哎，你怎么？他会打我。不要再长成那个样子，我越胖。哇，我看到他好像爆炸了一下。这个长得比较慢呢。长得有点慢，这是不是加速 ？Special Range Band， 你觉得 Soy Always？ 哦，越来越贵，越哎没有越来越贵 ，Remove。哦，这可以转换转换方转换地点呢，求它长快一点。啊，对了，要先给其他只吃那个喂那个小鸡。好嘞，哎，怎么有鸡跑出来？不，
烂死了。满满都是这个，真的不行了，不能这样弄。好，这样子啊，我们会吃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会跑出来啊？好了，哦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要把这只去掉。太胖了，以后只能够养这种小只的。啊，弄错！回来，丢！那不是本来丢了一个晶体吗？哦，回来！你怎么回来？不离开。飞脚，这边还有一个史莱姆的那个土，呵呵，很好。交任务，交任务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难怪大暴走、哦。他吃了两个，他如果吃了两个以上的晶体的话，他就会突变成万圣节怪物。这么鸟、啊？有利有弊啊！还有我自己会本身回血，不过这回血机也蛮奇怪。目前无法。好了，然后这边算是交通守则。哎呦！我觉得要把大只的清掉，大只太恐怖了。掉下去是不是？好，他厉害了。
决要把这边肃清掉，这边不要攻击我家。对啊，这就是，这也是难怪，难怪，难怪哦。现在先去找有可以用肉的，先把史莱姆找回来。不要，只要四只，四只就够了，其他就不要。吃就好了，其他的不求多。很好，哎呦，大石头攻击我。被东西吓我一跳，他爆炸了一下吓我一跳，哇，吓死我！红色史莱姆还算好抓啊。其实肉类比较不好弄。已经有人就快死了，好，至少那只不会死掉。但好，先这样子。不会加速他的那个 highway to keep chicken and very latest technology to vent up yeah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至少他会产小鸡出来了，万岁！要加速他的生长，要不然我不行。哈，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鸡，滚！哎，弄错，弄错，弄错，滚！还有更多小鸡。快跑快跑！啊！哎！哇！第一次拿到，第一次拿到攻击，哎，第一次的东西，哎。
跑啊！连白天都会出现了，太恐怖了！再见。他吃太多混合物体了。好了，有公鸡啊！呱呱呱呱！开心。更高，加高了，这个应该也要哦。好了，我确保它不会冒出神秘的东西出现。哇，有些还是没吃到。喂。哦，维他命会有更容易攻击哦，是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因为我都只是稍微看一下，我没有说非常的在意这样。这边还没有长好，需要更多容易长的生物。哦，可以再去种胡萝卜了。我应该放一些就是很容易可以拿到的物资之类的。滚！耶！那胡萝卜真的是太容易、太容易弄了。应该可以养多一点。哦，安安，喂，哇，有些已经烂掉，烂到一个程度就不行用了。想希望可以再遇到一次金色的那一只。快快快！哇，好痛！吓死我！而且我竟然没有防护装备之类，变多啦！好多！是，他这边有小鸡长出来吗？下面有奇怪的东西，好哎，坏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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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食物，啊哈！到底什么东西在吵啊？哦，抱歉，那个是我的。吵死了。
很可能会再涨吧。那个是我的毕业公演要用，对吧？那个东西用的。哎，安安。养鸡养一大堆不会怎样啊。放一颗。这要的是。哦，这个矿哦还算简单。哦，都是很高兴的状态。都很高兴。哈哈。耶。哦，这是晚上的关系，吓我一跳。对。因为这实在太杂死了，所以就清菜用。一只鸡好像生病了，你说有这灰色的吗？灰色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。灰色我看的时候，它本来就是长这样子的，我只是负责把它抓回来而已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哦，快跑快跑。好险呢。滚！鸡没了。哦，不是，我要的不是那个，呵呵，搞错了。合体其实很麻烦。想更多。好啊。哦，好多鸡，好多鸡。好多好多好多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赞啊，鸡，哈哈哈哈，
好吵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吵死了！不不不不不不不。好。我在长只长了。呦呦呦呦呦呦耶！然后呢，吸个果子。耶！这游戏应该只会玩这一次吧？然后这边每次都卡住一颗，因为游戏目前就只有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继续。等它有在更新的时候再继续玩好了。就是目前会先玩这一次。然后顺便说，就是神奇宝贝，我大概因为它真的实在太玩起来太麻烦了，就是。太花时间了，大概就是玩到，预计就是玩到四大天王打完，然后那个把四大天王打完，再把一个冠军打完就会先结束了，就提前结束，要不然的话真的是玩太久了。啊，好吵！还有旁边不是住那种东西。我必须说，纸片根本完全记不起来嘛，那个。照道理来讲，纸片应该是要能够记得起那些东西的，可是我不知道哎，纸片为什么你记不起？哎呀，其实吃不完的，天哪！反正果子很容易拿到啊。那东西还没有好。咚！哎呦，笑我笑，吓死了！好了，太多了，捡一只。住了、啊，那个是 bug 吧？呼，应该要试着去把那个蓝色的史莱姆给抓回来了。鸡。蓝色的很难遇欸，哇，好多！不要不要不要 ！What？ 鸡。
鸡，小鸡，小鸡。猫咪，走人！咚咚咚咚咚。哦吼！其实鸡很胖，好笑。史莱姆，史莱姆，史莱姆，史莱姆。会飞好高哦！他们很爱吃这个。好多鸡！好快好快好快！哒哒哒哒哒！嘻嘻嘻。吓我一跳！食物都给你吃啦，吃啦，吃食物啦！啊，拿错了。有些甚至连吃都还没吃。嘟嘟嘟嘟，喂，咻，哎，嘟嘟噜嘟噜嘟噜。游戏吗？我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是20块，是25块左右的美金吧，忘记了。哎，这个很难哎，这很难哎。Chickens， 什么鬼啊？很难欸，我不要这个委托，我不要，放弃了，放弃这委托。这到底有什么？这里意义不明。嘿，不要跑出来啦，受不了啦！滚！要去那边寻找新大陆了，不要飞那么高，很恐怖。
喂喂。来这里探个险。这种攻击不是我要的那一种。东鸡有这种特殊的小鸡哦。在那边怎么去的？等我回满再说。我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哇！吓一跳！跳！喂！哇！这边下面是不友善区域哎！天哪！啊！哇！拿高价物品。哦，对对对！哇！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！哇！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吓死我。因为这个东西还处于贝塔测试中，所以那有些其实你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就是他有些还没有开，要不然就是其实根本你就不理解它是为什么出现的。小鸡，小鸡，刚是不是吓到？突然被攻击，被猛烈攻击到，有点吓到。有了可以换的，四个跟十个，爆裂吧！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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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物。现在就让史莱姆给我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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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还是有一个卡在那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呵呵。没有，吃啊你们！剩下就先等等。这拖的完全不用太在意，因为我就根本不死。再来一只，
刚突然看到了，然后就弄了。本来是真的要放弃那个任务，可是突然东西有了，然后就弄一下吧，吓死人哦！哦，这边还有，等一下，这边竟然还有那个物价的上涨跟下跌，我都没有注意了，算了，管他的。这边这一个，如果我抓那只就好了，烂死了，那只很过，那只一定很难拿，那我也不知道算不算难拿。安安，等一下，我们玩到大概9:20左右吧，那就会结束了。那这个游戏就是之后它有在更新，什么时候再玩？要不然的话，其实玩这游戏的意义不大。我只是想要试试看这游戏而已。找到了，绿的。抓到了，把小鸡吃光。可是我听到小鸡声了，小鸡也太……躲在里面了吧？啊！不要合体！还是有一只合体，可恶！等等，哪里？没有啊！然后下面。等一下。哦，不是，从那边找一下好了。过来，离开。不对，太多了。对不起，不能养你，养不起。这还要再想说这个东西到底养不养得起再说。我操！很好，他还没吃完呢！天哪，应该是一个吃不完的节奏了。耶、yeah ，好安安，草莓。卡住了。哈哈哈。是是是。嘿。吃就对了。懂。目前我们这边可以拿到就是前面这四种，然后本来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的，没有拿到，超可惜。可是应该养了应该也会死，因为我不晓得他吃什么。剩下这个我不晓得，然后这个熔岩的吗？然后这边这个也不晓得，这边这个也看不出来，应该是水的。
这一通我们吃不完。吃不完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带飞走。这灯还是很容易飞走的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蓝鲸给猫史莱姆，好吧，试试看，丢一个。超巨大，吓死人了！不行，还是飞走吧。你怎么来的？什么游戏？这个在推举上面有写咯，稍微看一下吧。Yes。吓死！哎，他回来了哎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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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他铲出来的会让其他的猫咪史莱姆一起都变成那个样子，很遗憾的。可是我不能让他继续待在那边。如果乱让它合体的话，它很有可能会让它合体到一个很恐怖的阶段，所以我尽可能的我不会。为什么这只还是很饿？怎么有一只这么饿？有这么饿吗？可是猫咪的我不刚比我也过吗？我不懂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他到时候变成万圣节那种大型怪物的话，那就是你们的问题，我负不起这责任，所以我会提前把大只的丢掉。哎、欸，消失了，是这个不能养哦，好吧。你、欸、这很饿的又不吃，很饿的又不吃东西，啊，他到时候饿死了。结果，我现在想办法救他。好了，至少他活下来。那个东西还没有出现神秘的。这边有音乐，音乐不知道可以干嘛。Auto feeder，
然后都 feeder will drop food, you disappoint the carrot and regular. 不要听音乐，呵呵，很好笑。去外面再拿一点鸡。别跑！鸡。很好，只能在黑暗中生活哈。呜呼！你看，我一个不注意的话就变那种的。我救他们，然后他们来攻击我，天哪！看到了吗？想尽办法救他们，结果换来是这种。喂。什么叫无情？你不知道那只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无情是什么，可是刚刚那只黑，刚那只已经变成乱七八糟的颜色的那一只，已经是会吞其他的。哦，培养是有黑暗夜模式，我不知道哎，那是我弄看看好了，先让我赚个钱。那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完全没办法。暗夜模式有吗？等一下，还是你说暗夜模式一开始就要设置啊？你说的是他一开始你要重用是不是？重用才有可能弄出暗夜模式吗？可要稍微解那个讲清楚一点，要不然我不知道。丢食物。好的。吃东西。嘟嘟嘟嘟嘟，哦，要买，没关系，那把那个东西消掉，然后重用一次好了。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is? 这个是烧，跟哪一个啊？
是 feeder 吗？还是好、啊，我好像把它关掉了，把它弄掉了。难道是这个？不可能吧？啊，说要买这个吗？啊，你啊，我知道你刚不是讲说我要买。我大概都理解你刚刚想要讲什么了。这个吧，哇，一千五，想尽办法赚到吧。哦，合理卡子我没有全部卖掉，红色的。红色应该就是这个吧？呀哈哈哈！啊，要更多！我不知道你说的野是什么意思。鸡要跑走了。我不允许你跑走，回来！是甜菜根之类的吗？啊，弄错！吓死！有，很好。咚咚咚！哎呦，吓我跳！他每次这个。砰的那个撞一下那个声音害我都吓得。还是也是很饿，不行。快！哦，哦嘶，又来了！结果，掐了。哦，好多。可这个东西其实赚不了什么钱的、啊，投资报酬率低下。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很饿，没有。这个超开心的。哦，在那几个生有吗？真的在那里面吗？我以为是在哈？真的？啊，这种的吗？
好啦，到时候就测试就好了。只是我也没有，我也要没有那个了。好了。嘿嘿，啊啊！走走走走。耶。我逼！想吃就去吃。吓一跳！为什么我要吸？我吸的是你耶！救他们！滚！我拼尽全力救他们。No！ 快弄掉！超难过了。一不小心把我要用的给丢了，超难过。不救我怎样？那边就被吃光啊！其实我离开就没关系啊。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英文啊。这个就要测试他到白天的时候他。You don't understand. Yeah, but I know English. G. Okay, okay.
啊，拿太多。他有没有在长新的鸡出来？很好奇、欸。有了。啊！啊！又吸到。啊！有些太久没有吃的，它就烂掉了啦。拿，拿。好了，夜光性神长出来没有？目前他这边没有。懂？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嘟嘟噜嘟噜，摸一下这样就可以了。呜、哦，他都吃到。啊！被攻击，为什么都攻击我？其实我离开那边应该就会没事才对。我离开那边应该就不会发生什么屠杀惨案之类的，只不过是太容易发生了。因为太容易发生这种惨案了。耶、yeah. 欸！哦，差点摔下去。这边神母其实我不是很懂。就感觉我只是不停的喂它，然后喂完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。是我也不懂他那个到底可以干嘛。那个就是惨案，看到了吗，孩子们？赤裸裸的惨案，这是没有救，就是这样子。死光光！怎么赚钱就只是吸东西，然后把它丢到旁边去，然后就会有赚钱。你，还有你，过来。Hello。好，还有神木没有过来。那怎么赚钱呢？就是你赚到的这边的晶体，来，我先把这放进去。赚钱的话，就是你要喂他们东西，要不然就是你直接拿获得这种晶体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莫名其妙就拿到成就了？发生什么事？然后你就把它丢到这边，按左键把它丢进去，丢进去。
哦，就会给钥匙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谁知道啊？所以我不停的丢胡萝卜进去，就是不停的喂它胡萝卜，那应该就是也会饱了。然后呢，把这边这一只也放进去。喂。那不要让他们饿。好的。其实这几只很爽，这样子很爽，因为他们可不行啊，这样子的话不行，这样子的话会没办法。但那个食物烂掉，可是好像食物烂掉也没关系，就是。对，好，耶、yeah ，拿东西。这只其实蛮可爱的，只是它到现在还属。应该是因为 beta 关系，就是还在处于研发阶段，所以它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完。目前的话，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玩的。当然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把它弄完，还没有把它给全部给收那个赚钱赚完，然后开启新的通道之类的。哎，你怎么飞？飞上去了啦，回去，乱七八糟。神，我会挑食吗？那个粉红色是完全不挑食的啊，其他就有特定种类。他听乐。把这边弄下去。把洗干净一点。先果房给你。哇，这里吃好多。对，活着，活得好好的。你也活得好好的。吃吃。耶。嗯，等一下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会看到某些东西跑出来这样子。啊，果子就可以了吗？没关系啦，反正那个太多了。我觉得比较迫切，需要找到更多的水蓝色那个石头史莱姆。没小鸡，可恶！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！有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走喽！有什么叫做也有不让他们不能出来的选项？有啦，估计应该是有类似，就是说可以让他们
禁止出来的选项，应该有，只是那个钱应该也是不少。吃。哦，那我先吃了，那还好。应该有个选项是，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鸡有变比较多，就是我变比较多了，我还是觉得我要平常去抓。这里面我觉得比较缺的反正是鸡，哎，鸡很容易需要抓，太缺鸡了。猫咪嘛，懂吗？毕竟是猫咪，所以我不意外。我先需要做小鸡，不要吃鸡。没有。这个时候，这时候长出来就觉得很奇怪。呱呱！我要死了。啊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嗨嗨！啊，对了，多出来的食物直接全部拿去喂下面那只山姆就好了。等等，先让自己，就现在。这是大型神母，到底要吃多少才够啊？好饱。不要吃，被你吃光了。算过他，等下。先回去把东西放一放之后，然后我再去喂那一只。好，继续喂。很好。喂喂喂，有东西出来了。去去去。
大的史莱姆斯的分量跟小的一样。是哦。其实我觉得很不敢。有吗？可是我觉得他吃的很溜啊。等一下，我知道。啊，要六只那个、哦、？What？ 他都要史莱姆，看一下是什么。Unless slimes are natural evolution or lots of exposure for biology， 才不要。又不缺。好的，好，这边都没有长，我目前应该也不用太担心，比较担心是这个。我们都吸走。嗨。好的。哈哈，好了，去那边那一个。对，先把这边拿走啊。要不我就一次把它给喂饱比较快了。还好这样子不会受伤。来吃吃吃！古老的，可以打开启古老的锁。浆果给你们。烂透了。开锁，印象中开锁的地方在，把我先飞上去。嘟嘟嘟嘟嘟嘟。要往上路，没有小鸡出来。因为这边附近都是浅，所以还是钱钱什么的还是要赚一点。获得了神秘钥匙。我是知道啊，只是我很怕他跳出去啊，所以等到有办法可以确保他不会跳出来再说吧。你这是飞走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想太多了。好的，现在你给我吃。没有放进去。
没了。有网子吗？没关系啦，先睡觉，然后。嘟嘟嘟嘟嘟。猫咪。生产不完。很好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先去。开启那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再说，所以我有点忘记那是哪里了。鸡丢了，鸡的位置有点忘，对吧？那个没记错的话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鸡，好的，这里，哇，又攻击我，卡住了。嘟嘟嘟嘟嘟，找到了，就是这里，神秘的史莱姆遗迹，我来了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我很怕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吓一跳。神秘的区域，我要在意的是我能我下去之后我能够上来吗？猫咪天堂，好，了解了，大致上了解了一下，那个大概就是猫咪的地方了，猫咪盛产季节吧。那看一下旁边有什么，总算了解一下附近有些什么东西的。有传送点哦，这么方便、啊。没关系，下次那个之后的时候再去好了，之后再走时间晚。走，跑跑跑。这就很奇怪，这没了。
哎呦！啊哈！我要死了，完全不意外。给你吃。剩下的呢，我要带回家。啊！撞我！好了，然后回去弄一弄东西，我就今天就先关台了。哈哈哈！那个其实我也没有说很清楚，他那个到底想要跟我讲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等下看一下好了。哈哈。我知道啊，因为那个东西好不容易才开起来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很赚的、啊。哇，好多！哇，一个后跳！哎、欸，走出去了啦！哎、欸，快去吃，快去吃！你这个不吃的是怎样？他吃啊！那只看起来好像不高兴的。八八八股，怎么弄的？啊哈！好了，至少他们没有不高兴了。哇，等一下！等等等等等。好了，把那两只，啊嘞，啊嘞，消失，死了，啊，哦 ，air net 的空气网啊，是这个啦，哇，那两只大哥是爆掉了，死掉了。比如说这些比我想象中还会吃，你们太会吃啦！啊，满了。跳跃，呵呵，降价，没关系，交慢。哦，他们要这个、欸。三五个，然后随便拿，随便拿一些，然后就可以拿去跟他换。正好五个，太幸运了！哦，好多鸡。鸡，哦吼吼吼吼吼！
喂！别跑！看来他们似乎没有很饿，他们不会不吃。哇！不不不不！啊，今天这样子啦，好吵！吵死了！哦，还有一只哎，原来在这里哦，难怪特别吵。哎，这跑出去的？切到切到切到！先喂给他，然后之后赶快把这只鸡给收回来。有点像是公寓的概念啊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子啦。把东西卖一卖之后就关了。哼，就不能说的像公寓一样吗？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子啦。对啊，玩太久了。哦，超恐怖的。有时候被攻击的时候，突然被吓到。还蛮有趣的、啊，然后之后再找个时间再来玩就好了。我看到那个龙人史莱姆了，好像绿色是会爆炸哎、欸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因为它至少在封面上面，它在界面上面的时候，它的确是有爆炸一次。哦，不是，那是熔岩爆炸，熔岩的爆炸。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啦，完喽完喽。